公家的没出去了。哦，我眼睛已经腰闪了。哎，阿姨，你话第一等，这里是我家，我哪也不去。你难道又在这边打一辈子的鱼吗？现在真好，想家的时候，走到哪里都能吃到平常的鱼了。爸，我想带海山出去外面读书了。想带他出去，爸。这里是平潭。嗯，我知道，这里是我们的家。平潭旁边还有一个像叶子一样的小岛，这里也是家。爸爸平时就在这里工作。那我要修一个海底隧道，这样子爸爸就可以随时回家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平潭海山狼，今天就不带大家赶海了。我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。想留在家乡，真的是错的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平潭海山狼带大家一起看平潭，今天又带大家来赶海啦。我现在所在这个东山澳，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观音澳，旁边就是这个68海里呀、啊。这里是离中国台湾最近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平潭有这个美味的海鲜，还有这个日出，欢迎大家来平潭做客哦。我在平潭等大家。孩子大了，去不去，让他自己来决定吧。我又是还年轻，也想去外面看看。你小时候总爱出海，多大的风浪都不怕。对呀、啊，爸爸，我要建海底隧道，去看看海的那边有什么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现在不用出去照样看世界啊。是吗？是啊。那你可得好好教教我哟。行。一下子卖出这么多鱼，这在以前可想都不敢想啊。我说的没错吧，这足不出户也可以走出平潭的。咱们海山狼的鱼竿也算是小有名气了，要再接再厉哦。那下场直播爸你也来试试吧。你个臭小子。光亮车开窗角，未来开始售票，踏浪而行的渔船沐浴着晨光，经过海底隧道，通往对岸的宝岛，68海里的呼唤，你能否听到？蓝风散去，蓝眼泪把思念传递，穿透轻轻晃动少年心中火焰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在海南。我们平潭的，我们自己家的那个海山狼带鱼，对，海山狼带鱼，山狼带鱼。平潭温柔的风，把心事吹走。
叫列祖珍，60年代移民。我叫丁强，80年代的移民。我是秘鲁家，90年代的移民。那个时候，冬天天寒地冻，叠着布袋出去捕鱼。后来有了机关船，建了码头，我们出海捕鱼越来越方便。当时国家实行渔业承包制，我也是当时参加的工作。三军后，我参加了地台的海产品贸易。在此时，平潭开始建设国际渔业。我也从渔民转型为2068水军的管理人员，国家民主席太阳，希望大家都能到平潭，到68体系来做客。